想当主持了，我觉得当主持真的很累，你要一直想梗，然后观众都不笑，气死我了。不要这么任性嘛，敬业一点好不好啊？敬业什么可以吃你？敬业是一首歌可以弹啊，那不然你弹给我听啊。我不会弹耶，不过我可以叫赖宏宇弹给你听。好啊，加出来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欢迎赖宏宇带来的敬业。